这个裤盖上了。大家好，我是杨。这一段升级的啊，直接换这大笼子了，让它在这儿，这里边能活动开。然后今天也给它加个餐啊，活动量大了之后必须得加餐，四个鸡，十袋这个鸡肝。主要是啥呀？主要是它陪同这个拉开有空了啊，看看带拉开来回跑，来回活动。得奖励黑坑娃是吧？放出来还是在里边的？放出来吧，你看这狗，草坪嘛。走，我来，先坐这儿，坐这儿吃，坐。好的啊，好的，坐着。哎，现在不行，现在黑客不会等待。这一段时间咱，哎，上哪儿去啊？你学你妈的是吧？叼了就跑，这样偷着吃。看，你俩跟虎妞一个德行吗？被毛都炸起来了，咋了？谁欺负你了？先吃鸡肝去了。哎，这啥翅膀啊？你是不是嫌那鸡太硬啊？鸡不硬，不硬。它，我感觉它换牙的时候偶尔吃一次这个，应该没啥问题吧？把闪电的盆子里，你看看，好热一个人，没热呀！过来，看吧，我看你都叼了，我看你咋吃。你这吃饭不像正儿八经干饭的样儿。没了，这回没鸡肝了，你可以吃鸡了。哎呀，这哪行啊这个？啊？嗯，我看你咋的吃完啊？看吧。你现在咋学会这样了？咋藏着吃啊？快来！吃了一个了，一共拿四个呀？四个。哎呀，吃的挺嗨。你别说不吃是不吃，到最后全都一下咽了。吃这个。不吃了。好吧。这饭量就这点啊？嗯。你不是挺能吃的吗？给，这孩子呢？哎，我给你撕开了，快看，这我就吃了。给撕开了。这个鸡个大了，然后它这一包鸡肝，这个十个小鸡肝已经吃进肚子里了。这习惯学会虎妞了，叼起来就跑一个地儿吃去。咽了，能不能跟你爸学学啊？狼吞虎咽。哎呀，他反正就别想着在你几个人跟前吃，你也要藏，你吃饱就要藏，你给谁藏啊？学虎妞的藏东西呢，在这。我感觉他是想藏，没吃完。没吃完。
藏着了，你藏着了吧？这个鸡的个头大，你看它肚子已经撑起来了，嗯。还吃不吃？不吃给别人了啊！他还知道去那个地儿找去，你看他不吃了吧？他得看看。你看他这个干嘛？看他这个干嘛？他会不会也藏呢？你看那个嘴，藏的吧？啊，这就跟虎妞一样。嗯，藏的这玩意儿，遗传呢？你是？他现在是不想吃了，先藏了两下没藏进去，还是吃了吧。我看你那一半还吃不吃？你吃完这个后边那半只鸡，看你吃不吃啊？黑黑的身材，黑黑的尾巴，你看，大粗腿。黑哥，你看他这腿部，我感觉一点儿不缺钙。对，让他多跑跑，多见见太阳就行。每个这个鸡里边或者是这个骨头里边都带一些钙量，让它足够的晒够太阳的情况下，它这个吸收就好了。嗯，我给你拽着点吧，啊？它有问题，啥问题啊？把这个骨头嚼压碎了之后，这一块儿一下脱落。对，它关键是它现在这个牙还没那啥，还没有长牢固。咱家人又得说，那没长牢固，你干啥给它吃鸡呀、啊嗯？又得这样说，但是磨一下牙啊，它牙痒，偶尔吃一次也没有关系。你再给它从它嘴里要，它也不哭。给我。我护食最好了，快吞了啊！最后一下就吞了。你叫个啥劲呢你？吞了。太大了是不是？没吞下去。哎呀妈呀，这回这肚子。还有一半蛋，他还得去找，藏了半天没藏住，还是装自己肚子里吧。这玩意儿，这如果有土的话，他刨一个坑，直接给你埋上。还呀，你别动他。这个事还能遗传的这个、啊、你把它藏好了，黑客藏好了，看这个，你看还找呢，在这儿啊，因为我没想到这个事啊，我一般就是知道这个谁，这个母狗它容易藏这个东西，来补充自己的能量，还有这个就是给留给小狗吃，没想到这个事还能遗传啊。这估计啊都是所有犬种这个狗的天性啊，吃不完就得埋起来藏起来，下顿吃又去藏进了，你都给我要走之后又藏进了，又藏好了。拱土呢，你看吧，那鼻子在这拱呢。嗯，你看，拿这个布盖上的。